甲壳虫有点多吧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居然是巨魔上单。可以，巨魔。全军出击！哼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把他们也算上。巨魔不知道会不会偷野呀？啊，巨魔打中啊！那我只能学个 Q 了，这啥玩意儿的？现在该我了。再见。既然你非得选择那上单，那没办法，那只能你崩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哎呀，有眼儿，摸眼儿，还好。现在我们没升三，我就不上了。他敢把技能全交了，那说明他要回家了。还有谁？他带的点烟吗？先吃兵，兵太多了。哎呀，不能再被他抠到一下了啊！被他抠到一下，我们就没有血再杀他们。这么乐意点人呢？看招！哎，可以，这怎么往前面移？还往前面一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满装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
谢谢蓝烈汉的亲舅舅的摩天轮，谢谢亲舅舅啊！今天我们双倍亲密度是黄金卡，兄弟们啊，黄金卡，黄金卡已经很久没有过了。黄金卡来之不易啊！所以今天加班肯定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可以开个钻石粉丝，钻石粉丝双倍亲密度啊，外加黄金双倍卡，今天亲密度上限三倍。哎，我操，拉扯我！没想到我又回来了，再见，拜拜。严阵已断，害追，害追。哎，我好像看见对面打野了，是幻觉吗？啊，不是幻觉，还追呗，就一直追。哎呀，我的天！我都没说敢吃这么多层卡皮，怎么的？皎月在旁边呢，你是不觉得我不知道？你让那皎月过来，他敢跟我打吗？跟我干呢，还敢打峡谷先锋？我给你牛的！怕谁呢？啥信号？这有啥好害怕的？该我了吧？还给个蓝 buff， 还有意外收获。别拿了，你来的这么晚，你还好意思拿东西？吃屎都赶不上热乎了。看吧，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谢谢正义的使者的飞机，谢谢正义的使者啊，感谢。把他们也换上，直接不理，那就他就吃馅儿。再见，谁闪了？我看见闪了，一只皎月吧，皎月的闪现。
看见有一束光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我得先水银鞋，我不能先出妖光。谢谢小利奥的飞机，谢谢小利奥啊，感谢。没有兄弟开钻石粉丝吗？来个飞机不如来个钻石粉丝，加五十块就可以获得。也算上。冰根值钱了，那巨魔也零杠三呢。还好他没大。现在该我了。你说你俩冰女不中单，巨魔不上单，俩人全部零杠三，干哈呢？直接不用理他，他这没有伤害，有伤害，那我就死呗。上单变成二杠三了，这不抠巨魔，抠小兵。下路怎么个情况？310122。那我你不值钱，我不杀你。好闪！杀不完是吧？啊！我操！这么点血也敢勾我！三下，先把峡谷拿了。没
想到我又回来了。峡谷拿完过来找巨魔，这巨魔打超级兵的费劲，先把他后路给他断了。啊，让我跳一下。石头人，不着吧？谢谢臭棋篓子蓝炼汉的钻粉飞机，谢谢啊，感谢。上一波让你就跑了，这一波肯定不让你跑。我的血都哪去了？我咋没血了呢？早知道我杀派克了。谁想着下班了？我这拆塔呢，下什么班啊？不下。不着吧？今天可以办个卡，兄弟们。明天给你们粉丝团抽点礼物啊！今天正好双倍亲密度。明天应该也是双倍亲密度。我又回来了，因为这张卡明天就过期。你没有了吧？嗯？哎呀，我谁的虚弱？我靠！你没有闪现了吧？嗯？